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折一个骷髅头。需要准备一张正方形的纸，首先将它的一组对角对折，展开。我们将相邻的一组边呢，拉向这对角线翻折。就折好啦。喜欢我的栏目，请订阅关注我们的淘趣工坊。那么我们明天见喽。